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大功率电磁炉的电路构成。首先，这端是控制面板，这是数码管，这是显示的指示灯，这是两个转换开关。一个开关呢是选择不同的模式的，一个呢是选择定时时间的。这边它采用了一个芯片，它的型号是 TM1628。TM1628 是一个显示锁存寄存器，它可以显示七位时段。我们看这个数码管呢，它是四位，每一个数码管的笔画呢就是一段，那么很显然它是九段。我们这个指示灯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它是十个指示灯，它可以用一位时段来显示，分别点亮每个指示灯。那么这边呢就是它的主控 MCU， 主控 MCU 它包括输入高低压保护信号检测、同步信号检测、同步电压功率检测，还有电流检测。电流检测是通过整流桥的负极，然后通过这个位置有一个电位器反馈到 MCU。另外它还输出驱动信号，通过这四个驱动管驱动 IGBT 工作在开关状态，从而推动线圈盘与谐振电容共同工作。这个是它的低压电源芯片，它的型号是 VIP22A， 这个是它的低压电源开关变压器，分别输出5伏和18伏，5伏供 MCU 和显示电路，18伏供驱动电路和风扇。这个就是它的风扇插孔。另外它还有炉盘温度检测，它的阻值是 100K 的，还有炉温温度检测在 IGBT 下边，然后也是通过电阻限流以后反馈到 MCU 进行检测的。这个位置就是220伏输入，这是插模抗干扰电容，这是保险。这两个二极管和相关的电阻就是输入高低压检测的二极管，然后反馈到 MCU。经插模抗干扰电容抗干扰以后，通过导线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，从整流桥的正极输出正电压，负极输出负电压以后，加到我们这个5微法的滤波电容。我们看大功率的电磁炉是并联了两个电容，单个就是5微法，两个是10微法。经滤波后得到的300伏直流电压，通过这个电感加到线圈盘的一端和谐振电容的一端，也就是说线圈盘的这端和谐振电容这端是并联在一起的，然后通过线圈盘和谐振电容加到这端，给 IGBT 的集电极供电。 IGBT 的发射极是通过康铜丝接整流桥的负极， IGBT 的门极是通过线流电阻接驱动管，这两个电阻是同步电阻，分别是接线圈盘的这端和这端，然后通过电阻经线流以后反馈到 MCU 检测同步信号。这个是蜂鸣器，是通过 MCU 直接驱动的，由于这个 MCU 它的功率相对来说较大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